欢迎收睇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马鞍山新港城分行的 Forest。今次呢一个单位咧，系属于新港城嘅两边厅嘅，即同我哋以往介绍开嘅眼镜房咧有少少唔同。佢就系左右两边客饭厅分明。不如以下来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先啦。好啦，欢迎光临，一入屋咧就望到左右客饭厅，另外右手边咧就系厨房。入面做了一组 L 型的橱柜，储物空间十分足够。分厅的设计，客饭厅布局十分分明。另外呢，业主有一个很简约而又时尚的装修，颜色也都配衬得很舒服。景观也都很开扬。浴室用了白色设计，增加空间感，保养十分新净。有窗不是黑刺，另外看看睡房啦，冇入墙家私，方正实用。旁边就是主人房，亦都放了四尺大床，仲有空间可以走动。另外窗台亦都可以放一个小软垫，或者做一个衣柜。好啦，今日介绍住咁多先，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个单位点样呢？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单位装修设计也都十分新净，拿着箧就可以搬入来住的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 WhatsApp 我查询有关的资料，或者安排看楼。我们下集再见。